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鲍明。这句话题我们说一说台湾二零二三年外贸出口严重衰退，顺差完全依靠大陆。根据台湾《中国时报》的报道，九号呢，台湾当局的财政主管部门公布，全年出口额是四千三百二十四点八亿美元，进口呢是三千五百一十九点二亿美元，分别比二零二二年减少百分之九点八和百分之十七点八，其中对大陆的出口。 年衰退三百三十六亿美元，占比高达百分之七十二。另外呢，二零二三年全年台湾对大陆出口呢是一千五百二十二点五亿美元，从大陆进口七百一十六点九九亿美元。也就是说，台湾这八百零五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全部都是来自中国大陆。这个数据意味着，如果没有对大陆的贸易，台湾经济会出现两个问题：首先是从顺差。 会变成逆差，对于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来说，这就是危机的信号。其次呢，是丢掉了主要产能，相当多的台资企业在大陆设厂生产，然后从大陆出口，这本来是双赢的合作模式。如果没有了大陆的合作，这些产能并不会返回台湾，而是会直接消失。台湾经济不但要面对逆差，而且会失去后续的供应能力。 这会导致它要退出国际市场。另外呢，民进党政府对于大陆的产品呢、啊，采取了全面堵截的方式，有两千四百多种大陆的优质产品是被禁止进入台湾市场的。即使如此，台湾的顺差几乎全靠大陆，这是非常不正常的。在两岸三通之前，台湾呢是全球著名的制造业经济体，外汇储备数量名列前茅。三通之后没有多久。 台湾经济的出口创汇能力居然差劲到了这个地步，这就意味着台独当局可能搞了什么阴谋，把台湾的财富设法流出了海外，流进了某些人的腰包。二零二三年，台湾和大陆的贸易啊发生了明显的衰退，导致衰退的原因呢，大致有这么几条：首先是大陆啊自主产业已经逐渐的取得了竞争的优势，不再需要从台湾进口石油化工、机械制造这一类的初级产品。 第二是一大批知名的台湾企业已经充分地根治在大陆，特别是一些食品消费品企业，整个供应链都已经搬到了大陆，不再需要台湾配套了。第三呢是大陆为了制裁台独分子，禁止了一部分台湾农产品和初级产品进入大陆市场。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台湾当局为了配合美国对大陆的集成电路的出口禁令。 主动停止了台积电在大陆的投资升级和技术转移，停止了对大陆芯片需求方的代工，自己放弃了最有竞争力、占比最大、利润最高的产业板块。还由于中国决心自力更生，自主突破高性能芯片量产技术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从政府到企业都进行了几年的高强度的投资。那如今呢？这样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。二零二三年。 大陆进口集成电路总金额大幅度下降，一到十月份集成电路进口量三千九百七十七亿片，同比下降了百分之十三点一，进口金额从两千八百四十亿美元同比下降百分之十八点八，这个下降的趋势还会继续延续下去。这样一来，在贸易问题上可以说是台湾依赖大陆更多，台湾在大陆经贸当中的地位会越来越低。 最终可能会降到一个可有可无的地位，这并不是大陆刻意打压台湾经济，而是台独当局自作孽不可活。那么，台湾企业能不能收缩回岛内，然后呢再去国际市场上竞争呢？蔡英文政府和一批台湾的头部企业不是没有做过努力，然而以台湾当局的国际活动能力以及多数国家的投资环境，这样的努力多数都算不上成功。但是从台湾政坛的头面人物。 到台湾的企业界，敢于公开承认这个事实的人似乎并不多。诸如中恒商场的郭台铭等人，在公开场合，他们没有一个人敢于承认是大陆给台湾饭吃，而不是相反。甚至有不少台独分子叫嚣要取消两岸之间的《埃克法》，也就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的框架协议。对这些台独反华分子来说呢，板子不打到他们身上，他是不会感到疼的。 随着台湾出口持续的衰退，特别是对大陆出口的大幅度的衰退，台湾经济和民众的收入都会下滑，相信他们会反思该怎么面对大陆的善意。好，这句话题就评论到这里。